主料红薯一个，辅料水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一大个红薯洗净，高压锅中摆蒸架，放入红薯蒸10分钟。蒸好的红薯拿出对半切开，烤盘铺锡纸摆放切开边的红薯，烤箱中上层150度上下火烤10分钟即可。烤好的红薯烹饪技巧，注意红薯是已蒸熟的红薯，那么烤的时候就大约是10分钟即可烤干水分。注意观察一下红薯皮有变焦或是红薯表面积很多糖泡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